的那个有定位啊。黄总，现在这个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已经平地了，这是。香菇两百，素菇啊，青蛙配上面，客家的福菜。要不要我看素菇？太空包菇哦，哈，素菇。个人的专利。没有不是专利，我老实讲。老板，谢谢，别客气。要不要买一本做纪念？不用，谢谢。进去屋子才会认得晕啊！在里面有没观察，观察。他是我呀，头好晕呢、欸，以后也会晕的。哎，这样子不会。没有，真的。啊，我头好昏哦。哎，身体往前就不会晕呢、欸。哎，如果你站直的话是会晕。哎呦。头好晕哦，对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好奇怪哦。我从这边。陈志阳，这边过来了。啊，我就这边，这边过来啊，这边呢。感觉啊，在那个客厅里面，那边还有一点呢、啊，还有一点解的时候还会有晕的、啊。外婆叫你抓屁股风管，抓他喉咙就不怕他不会痛。那面被咬到？不会，抓了他喉咙。5块钱，哪个价格？你那个10块可以吗？太重，可以啊，大的可以。哎，对，应该是电梯啊，都可以啊。今天几？有啊，十块钱加大一点。今天几可以算下？一点关系接的，哎，来，我的这个你要高，你要十块钱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你那也是10块啊，10块对啊，大力压下去。我没有吃过面，有啦，哎，我连5块我也。早点你们没有吃，我们早点都没有吃。啊，你们没有吃啊？你们没吃早点啊？他们两个有吃，我没吃。那你要不，然后这里也没什么吃的，那你们怎么没吃？那一袋的，就是一袋的。你先做来这里啊。呀，我喂它呢。那就现在有。你去喂耶，这个是一包的，这样子的。就是叫我拿翻了。这很奇怪，它好像被烧过一样啊，那个那个土啊，你看。哎，那个。那一边是。能量释放出来。他那房子还在那边，正好那个他插水都他都没有把它弄好掉，他那个就是他带的，听说这师傅的在里面，在里面呢，一边在喂，
那边也是三口气啊。啊，你那个就不会，它要出来的话，它那个就不会停了。没有啊，那没有差，它只是眼睛睁开看，它可以戴太阳镜。咪咪，你等一下戴太阳眼镜。啊，那个就是干了，就是。你得倒出来。我以为以前没有水。没有。啊，我倒了。刚才我们那个手机的啥？烟呢？什么烟？去呀、啊！快点呀、啊！哦哦哦，咬你了！快点呀、啊！哎。喂，干嘛鼓励他这个黑子狗啊？他真的生气了，你看他的嘴巴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要走了，人家都在等我们呢。你好，好一个真。进来，哎，还要加油。好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懂吗？一样，好，这个一样，动一动，按方向啊。快点快，我要脖子。我跟你讲，他的克星这是这一只，他的克星是这一只蛇吞象还是象吞蛇？哇，真的，没有骗我，我以前。